家好，我是陈彦霖，大家爱支持咱的爱拢无剩哦。今天要甲咱介绍一个吼，就是咱之前有讲过咱的屏东瓜王啦吼，做迄个明星制造机嘛，就是咱的瑞达，咱的张瑞达瓜王吼，今天咧派呢儿子出来了啦，噔噔噔噔，来咱来介绍一个就张俊平小弟弟。国小四年级哦，吼、哦，爱唱这条嘛，真正最有感情的。迄阵爸爸咧讲吼，啊，恁有要学无？吼、哦，弟弟就跳出来讲，好，这阿姨我有熟悉，我要学，我帮阿姨唱一下。真的啦，弟弟，感恩啦，同款吼，阿姨嘛是会给你一个礼物啦，吼、哦，顶个妹妹已经拣好啊，今嘛你嘛有啦，吼、哦，再个咱再来参详看你要爱啥啦，吼、哦。小朋友，我们就是要给予鼓励啦，真的，啊，唱得很棒啊，吼、哦。欸、他在这一次爱奇乐里面他也有获奖啦齁。嗯，那我们现在我们赶快来听听看啦，这未来明日之星哦，那的张俊平齁，那的张俊平小弟弟为我们带来他属于他的爱拢无剩，弟弟加油哦。